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以色列访问，他敦促以色列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跟更多的邻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根据了 CNN 的报道指出，以色列的政府公开拒绝了，还加大对于加萨中部还有南部的陆地以及空中攻势。In Gaza, where Israeli officials say the battle tempo easing, the war's effects remain harsh. 9 Israeli troops killed Monday.Dead and wounded Palestinians continue overwhelming hospitals. And as Blinken urged better humanitarian access, needy Gazans stormed food trucks. From his meetings in the region the past week, Blinken set out a path to peace, which so far has been publicly rejected by Israel's government.好，根据了哈马斯指出，自从开战以来，加萨走廊已经超过20,000人身亡了，占加萨总人口大约是1%。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行没有呼吁停火，也拒绝南非所提以色列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布林肯是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头有提到，希望看到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尽快结束。但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他的部队已经改变在加萨北部的战术了，但是会加强南部的攻势，持续战斗，直到他们找到哈马斯领袖，还有把人质带回家。北韩的官方中央通信社10号这一天报道指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军火工厂，他同时表示，现在是时候把南韩定义为对北韩最敌对的国家。好，根据了北韩中央通讯社释出的照片，金正恩视察工厂当中的移动式短程飞弹发射载具，他说现在已经是时候把南韩定义为对北韩最敌对的国家了，同时也谴责南韩煽动对抗和军备集结，要求北韩加强自卫还有核战争威慑的军事能力。另外，有关于美国指控谴责北韩跟俄罗斯的武器交易，美国白宫指出将会在美东时间10号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法国总统马克宏8号这一天正式接受了前总理伯纳的辞呈之后，任命教育部长艾塔尔接任总理。好，新任的总理艾塔尔年仅34岁，他被法国媒体称为是政治神童，将会成为该国史上最年轻而且首位公开出柜的总理。法国教育部长艾塔尔被总统马克宏任命接任总理，年仅34岁，成为法国史上最年轻并首位公开出柜的总理。Le symbole aussi et peut-être surtout de la confiance. Cette génération qui mérite que l'on se batte pour elle.艾塔尔是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形象聪明干练，被法国媒体誉为政治神童。他也将带领政府迎接6月的欧洲议会大选。艾塔尔初入政坛就备受瞩目，2016年加入马克宏的前进党，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政府发言人。2018年仅29岁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成了法国第五共和建立以来最年轻的阁员。马克宏任期到2027年，依法不得再连任。2022年连任后失去国会绝对多数席次，疲于应对国会更加动荡的局面。马克宏希望透过政府改组注入新活力。And Macron really wanted to move on from these political crises, try to name someone new to go for battle. 法国政坛近年来吹起年轻化风潮，极右派政党在2022总统大选中得票率达42%，马克宏也因此承受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Gabriel Attal, il est idéal parce qu'il est jeune, il est ministre complètement dédié à son président. 民调显示，马克宏的中间派阵营落后极右派政党约8到10个百分点。任命艾塔尔担任总理，期盼带来新改变。不过，也有人认为艾塔尔的经验不足，在巴黎长大就读贵族私校，可能会与地方民众脱节。记者综合报道。好，国际的焦点我们来看到，一向力挺以色列的美国最近为了平息中东紧张的局势，似乎态度有所转变了。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的时候，主动提出了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认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必须在两国方案下并存，才能够迎来和平还有这个安全的状态，并且提出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必须先改革，战后才有能力接管加萨跟约旦河西岸地区。
中美从2018年开启了贸易战之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不断的下滑。去年大陆出口到美国的金额年减超过了20%。好，大陆在美国进口总体当中的占比只有13.9%，是2004年来的最低水准，也是大陆17年来首次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随着疫情之后加强减少对大陆的依赖，还有全球供应链的调整，美国现在转而向其他的友好国家采购商品，其中墨西哥出口到美国总额有望刷新历史新高，自2000年以来首度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